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痴小妹，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们继续来拆包裹，分享好吃的。来，吉他玩起来，弹一首哆来咪发嗦，没有声音的，它的音乐要从这里发出来。嗯，好像口哨啊，这声音。看来它是一个吉他造型，能吹出口哨音乐的东西。嗯，声音还挺清脆的。它这个后盖里面藏着东西呢。哎呀，哦，这是绳子，可以挂起来。哇，还有一小袋糖果呢。尝一颗，哟，来一颗橙色的。嗯，软软的橡皮糖，水果口味，我喜欢。哇，我发觉这个吉他还挺漂亮的，大家看看，这上面不仅有琴弦，而且呢好像西瓜的样子。这个呢，黄色的呢好像菠萝，这个底部的图案的话是不是很像。绿色的呢，绿色的可能就像猕猴桃啦。哇，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水果。这个还有橙色的，这个图案当然是一个橙子啦。来吹吹橙色的，吹着口哨的音乐，弹着吉他，哇，这样是不是太美妙了？好看，糖果也很好吃，而且还能吹出好听的音乐。你们会吹口哨吗？我虽然不会吹口哨，但是我有口哨吉他呀。好了，这些吉他口哨呀，特别适合送给小朋友哦。里面还有好吃的糖果呢。那我们本期的创意迷你吉他口哨糖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关注和点赞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